最新消息，航空机师罢工投票结果出炉，确认通过。日前，机师工会指控长荣航空克扣成本，让人力流失，还违法聘用外籍飞行员，导致安全事故频传，决定开启罢工投票。22号开票确认罢工，最快不排除春节期间发动。而长荣航空回应投票结果，表示将持续增进机师薪资待遇，也说明聘雇外籍机师的部分一切依法执行。机师工会针对长荣航空的劳资争议是否罢工，22号一早统一开票，结果出炉，会员人数1398人，有900人同意罢工，取得合法罢工权。长荣分会这个部分，我们有85%的会员同意，那么在全体会员，我们也有得到65%的这样一个同意的票数。这回罢工投票，除了长荣航空，其他像是华航、新宇航空机师，甚至外籍机师都来投票。而罢工起因，回到机师工会指控长荣航空拒绝合理调薪，飞行员薪资从2011年开始动涨超过10年，而去年公司也只做出微幅调涨1.5%到2%不等，造成国籍机师人力流失近10%。但航空公司不但没改善，反而违法禁用没有特定机型执照的外籍飞行员，即便去年遭到开罚，还是继续违法招募，威胁旅客飞行安全，让工会发动罢工投票。包括劳动局也好，对于外籍机师聘雇部分的一个裁罚，反而还企图要跟劳动局来做一个诉讼。投票通过，但机师工会还在等长荣释出善意，盼双方能尽快达成共识。至于罢工行动，工会表示最快不排除春节进行，罢工前24小时会做出预告。而长荣机师会员飞往美国、加拿大和欧洲比例高达70%，工会也提醒旅客提前准备其他备案。记者林竹强台北报道。